今年的气候变迁会议哦，决定能源得爱豆豆转型脱离化石燃料。2030年再生能源得爱提悬到3倍，能源的改善率提悬到2倍。早起立法院嘛来进行专题报告，经济部是表示讲，咱台湾应该拢做会到。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今天又迟到呢？专题报告还没开始，媒体是一直约今仔日的会议主席维权委员会调委吴新银，面对包围追问，伊无回应，马上进入主持会议。而在过来的首长受邀请报告，联合国气候峰会COP 28后续的应用报告，针对13号的结论，包括再生能源总电用量到2030年增加到3倍，能源效率改善率提悬到2倍，经济部讲有信心做会到。这个在装置容量的增加上是可以达成，所以再生能源3倍是可以承诺的。是会达成目标，是会达成的。依照我们现在的规划，过去这几年是，其实我们就顺着这个轨迹在做，也就是我们就在这个轨迹上面。对，这届嘛参加COP28，环境部长薛富盛在国民党立委林维洲追问之下，先领一座头等舱前往杜拜，并不是先订，是直接买的。针对COP28，为原本淘汰化石燃料修正用地改较中性的转型原理，薛部长是认为这是因为国际社会嘛体认到爱务实。这一次的 COP， 他为什么不敢直接讲说 phase out fossil fuel？ 你看，他也是自己最后必须妥协。不，因为有人反对啊。对啊，阿拉伯国家反对啊。为什么会反对？就是因为他不实际。因为他。而在马国来的执政党立委关心COP28期间，有20多国倡议到2050年核能发电要升等到3倍，要求环境部把会议的结论讲清楚。薛部长强调，最后核能3倍增加并无写入备共识。台湾就算要发展核电，也要达成3个前提：确保安全，会当处理核废料，佮有全民有共识。记者林俊文、曾志成台北报道。